子贤他会盘球，就不要这么轻易去压他了。哇！失重！哇！叶晨玉是用脸挡了下来。哇！太稳定了。哇！十分。子贤他会盘球，就不要这么轻易去压他了。哇！失重！叶晨玉是用脸挡了下来，停到球杀上来就射门，射不进就射不进啊，总比你过程中失误来得好。输了，输了！起脚射门，进二二分。在尽管打，我在你边防过来。整场所有的摄影机都是对着你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它在反映的是你自己的一个内心。剩你一个人拼战的时候，剩你自己的时候，你是会全心全意的去投入的。哇，太稳定了！哇，十分！我们每个人都比上一次进步很多。杰哥，我们十秒搞定。杰哥说八秒。打到球，没打到球，你知道没有打到球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们根本不像比赛，我们没打到球，我们连练习的一层都没有发挥出来，真的差太多了。比赛就输了 ，OK， 大家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确实是没关系，给自己信心是好事，没问题。但是你们要认清一件事，就是输了。对，这节目不就是要把你的运动能力展现给大家看吗？这是这节目的宗旨、初衷、精神。那么来这节目要干嘛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